个4月18号的凌晨，咁样朋友过嚟，今日要去云南啊，云南机场啊，长水机场。超多行李，依家呢度有衣入嘅。而家读书铺呢度应该最标志性就系呢个火车头。咁上次嚟呢度就已经系2019年嘅事啦。但不过上次就冇行入嚟，就纯粹就望到火车头咁就走咗。今次就可以直接行嚟睇个火车头。都幾長，同埋今日天氣就超正。上次嚟嗰陣時都嚟到呢個地方。是啊 ，high top 啊。救隊友，小三、小倩。呢度就我哋叫做讀書鋪啊，服務站，就基本上就喺呢邊入啲物資啊、零食，咁就繼續會。一路開到一個叫樂富園的地方。咁今次嚟讀書鋪呢度咧，咁我哋見到一間好得意嘅星巴克，一間移動性嘅星巴克，係一部車嚟嘅。咁佢上邊咧就會有星巴克嘅產品賣嘅，係部車。佢應該係周圍去，唔知係咪留個充電嘅。咁然之後，成扎人咧就用咗嚟依度買星巴克啦。你睇啲人啦，行到邊度都要星巴克㗎。佢啲星巴克好似水咁嘅喎。冇辦法，咁佢移動啊嘛，係咁㗎啦。即係好似飲水咁冇味㗎。嗯哼。喂，錄我啦！投訴咁佢依度咧就係、是、主要係依啲，買依啲嘅，跟住就仲有就係佢有手搖產品嘅，乜嘢啊？啊！哇！有價錢添嘅。嗱，睇清楚啊！睇清楚啊！再睇清楚啊！嗱。冰美式，但系好似水咁嘅，睇下啲水倒出嚟俾大家睇啊！嗱，冰美式，星巴克冰美式，录紧噶啦，删咗佢，同我删咗佢。关于革命嘅嘢嚟噶咯，咁有个场景做咗喺度，咁呢度都系读书铺嚟嘅。咁頭先我哋間星巴克間移動車就喺依度。開神豪車有咩做咧？有人喺度做直播啦。有人喺度化妝啦。有人食嘢咯。依家時間就係晚上7:00多-8:00啦，就個天都未黑嘅，咁我哋都仲未到六府縣，大概仲有2-3个钟左右。咁就都係阿七師傅喺開緊車。依家就早上嘅7:00多，就準備向怒江嘅雅谷小學出發。咁就尋晚喺怒江依度瞓咗幾粒鐘，我哋。四粒钟，四粒钟。四粒钟咩？
就是今次件 T 恤啦。依家时间系4月19日早上9:09。咁就而家喺服务区度唞一阵。咁以前我嚟依度嗰阵时候就冇嘅，依度都系新整出嚟。总之风景系超靓。我哋终于嚟到个第一间小学啦，亚谷小学啦。你做咩啊？你唔系同啲僆仔玩咩要？吓、啊？你喺度做咩？福美新啊，福美新。走啊！去啦！哇！不好啦，奔出去了啦！每次坐车，佢兜呢个点，搭呢个点，搭呢个点，同埋猎物嘅嗰个点。拜拜，下午见，下午见。哇！我哋等佢见明星啊！球星啊，等住。拜拜，下午见。今天啲靓仔系咁啦。痔疮哦，依度就系佢哋宿舍，依度系一个女生宿舍。咁对出依度就系我个球场嚟嘅。咁依家就准备喺度剪头发。咁大家就准备喺度做嘢。呢度我同方七师傅。超師傅，我在哪里啊？英師傅，英師傅，班師傅，好多人都要打波而家。跟住而家聚集嘅都係喺度準備剪頭髮嘅，咁所有師傅就企咗上邊。咁就因为始终太多人啦，人手不足，咁就尽量剪嘅啫，都系准备上课。而家佢哋走鸡仔噶嘛。嘣嘣嘣跑翻上上去教学楼上边。哇！有两位师傅一个人射波啦，有相又唔影，有片又唔拍，个人射波啦两个。哎，差点差点。咁我依家攞咗小礼物，就送俾佢哋嘅。咁里边装咗啲糖果，同埋头先送咗啲麦当劳嘅玻璃杯出嚟嘅。咁就边个入就俾边个咁咯。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个东西的？哦，厉害！耶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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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睇緊依度嘅校舍，就係之前佢哋學生同埋老師住嗰個平房嘅宿舍嚟嘅。咁而家佢哋拆咗，就作為一個新嘅校舍同埋一個新嘅球場。對上嗰次嚟係2019年，兩年後再次嚟到呢度，感覺由陌生變到親切咗。依度依然係咁平靜同舒服。與其話我哋過嚟係愛心行，我更加覺得係佢哋淨化緊我嘅心靈。我咁講係矛盾嘅，試問邊個現代城市人唔係生活喺矛盾間？我哋每日要为生活戴上唔同面具，人越大，朋友与朋友嘅关系就变得越嚟虚伪。唔系话冇真心朋友，而系冇咗可以真心倾偈嘅人，冇咗细个嗰份纯真。我哋每日过住佢哋无法想象丰富物质生活，偏偏嚟到山区，我先感觉到开心同放松。咁究竟系我每日戴紧面具有问题啊，定系社会有问题？可能系我心理有问题。唉，唔讲啲咁 sad 嘅嘢。系啊，你睇佢哋好开心嘅。系咯，成件事就咁治愈，可以咁简单就咁开心。其实我哋真系自拍紧，喺度玩拍视频，佢大家喺个网仔度见到自己嘅样就好开心，大家喺度玩。
影完搭照，挥挥手就准备走，咁就辛苦晒所有嘅发型师咯，就得几个人就剪咁多个头，又系嗰样嘢啊，指定动作，唔记得开咪，一唔系就操作上嘅错误，一系咁样快镜，一系咁样慢镜，所以好多镜头都冇声，要后期配音。简单介绍下呢个地方，呢度系云南丽江嘅劳光县，喺劳光县里边其中一条村，呢度叫亚谷村。对上嗰次嚟系2019年。当时嚟在昆明机场落机之后，同今次一样，都在那里租个车，一路就开过嚟呢度。中途我哋系喺六富苑嗰瞓咗一晚，但不过今次就嚟嘅时候睇咗啲路又靓好多啦。上次嚟嘅时候仲有好多泥石路啦，同埋好多系整紧嘅路，周不时会塞车或者系一啲冧石嘅情况。咁今次嚟嘅时候已经见到哇，有好靓嘅单车径啊，有好靓嘅公路可以俾我哋行。之前成日会有人问我，点解你会去呢个地方嘅？点解你会有呢路径忽然间做啲咁嘅嘢咧？咁样咁其实我想讲翻啦，其实只不过系我一个朋友，佢就有呢个爱心行医行动就已经做咗有8年噶啦。咁我参与咗2年啦。咁其中因为疫情就停咗1年，咁就2019年同2021年呢2年去咗，咁啊2020年我哋系冇去到嘅。咁希望下年会继续啦。睇緊片嘅你，如果興趣想睇翻我2019年雲南愛心行片嘅相關片源，可以喺我主頁度揾翻。經過一日嘅勞累，我哋準備離開亞谷小學。離開小學，去到我哋住嘅地方，開咗個幾鐘車。去到嘅時候都已經夜晚7點幾。經過當地嘅朋友介紹，我哋上山上邊揾一個地方住。令我哋估唔到嘅係呢個山係山頂嘅山，係真係已經冇得再上，去到真係山頂。越来越夜了，气温亦都降得好快，因为在山顶温度更加冻添。开饭之前，大家坐在路边喺度倾偈，同埋食爆米花。开饭之前坐唔定嘅我，当然系周树拱下啦。行行下，见到好多柴木喺度，就发现咗旁边有一间茶叶加工厂，系一间用柴火烘焙嘅茶叶加工厂。呢度好多嘢对我嚟讲都系新鲜事物，好多嘢都喺电视上面先见到。问过屋主之后，可以近距离睇，梗系要睇下啦。听讲呢条村主要收入就系靠呢啲茶叶，当地嘅环境空气非常之正，海拔又高，质量一定好啦。喺呢度就攞啲木啦过嚟呢度烧，咁上面嘅生产间咧就喺度炒茶叶，喺度烘干佢嘅。就哇，呢啲真系劲啊！咁我而家呢条村呢度系叫做老母灯啊，喺个。專係種茶嗰個山上面一條村嚟，基本上都冇乜遊客呢度。可以參觀一下嗎？可以看一下嗎？啊，有，這都是茶葉嗎？哦，我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呢啲就係佢哋種嗰啲茶葉，咁就喺度計咯，咁會計幾多錢咁樣。初時又唔著衫，依家凍啦，就隻隻都喺度揾衫著啦，而家。呢盘嘢就系我哋今晚要食嘅嘢啦，手揸饭拼盘，呢度系佢哋嘅厨房嚟嘅，当地嘅村民。
哇，很漂亮啊！哇，好劲啊！呢个我也是不是要拍半个小时才可以吃？能不能先偷走一个？这是手抓的吗？这是。好。系啊系啊，好肚，龙哥，你睇下佢哋肥佬啊！现场爆米是吗？喺度爆，一笼到爆虾先。好啊，阿英，你个杯都未饮完。我知啊。嗱，正所谓你做乜嘢都有少少遗憾先好噶嘛。系啊系啊。小心打。奶罩下去的喎。还有加热的那种，死啦死啦，他已经死了。哎，赢到了。有啊，主播，快点，重要重要。快点快点快点。哎，你别动他。他是爆米花。是爆米花，给你吃。爆米花。爆米花。爆米花。哎呀！哎呀！咁呢度就系头先我哋食饭嘅地方嚟嘅。依家我哋喺山上边啦，咁呢度就系。围炉喺度煮嘢啊，倾偈啊，咁就喺度取暖啊，烧啲木啊、炭啊咁样。呢度就去食饭嘅地方啦，跟住呢度就系我哋今晚住嘅地方啦。就其实就系啲少数民族上面自己搭嘅啲民宿咯，就好靓，其实都好别致。露珠的姑娘，漂亮的姑娘，你好。依个系我喺依个叫怒江怒族嘅依个地方，咁就一个怒族嘅姑娘，咁我今晚就喺佢哋依个民宿依度瞓觉。呀，饮咗好多酒，有啲掠嚟啊！而家，诶，这边你们都是用这个叫什么这个坑啊？火坛。火坛。哦。